好吃吗？喜欢。哎啊，今天怎么是你做早餐？对，今天早上前程有个会，我给你当司机。哦。山羊，嗯，你怎么不问问金小鱼去哪儿了？嗨，我问他去。这是你煎的蛋是吧？啊，三颗三颗三颗。你对得起母鸡吗？我再跟你去重新煎一个。啊。哎。啊？你这都糊了。我这可是用铁锅热的。牛奶用微波炉热就好了，这样显得比较复杂，显得我有诚意啊。早啊，小鱼。啊，你先坐，我给你做早餐，尝尝我的手艺啊。嗯。早上好，这是威廉姆的手艺 啊，惭愧。牛奶好喝吗？家门不幸。你辛苦了，今天我让你尝尝我的手艺。那是太好了，去。行行行，你，夏亮，嗯，这架势不错呀，一看就是家务小能手。那个，来，自己做的自己吃了，这个奶喝了。正准备去客厅呢，不打扰你。那个，你不用，你在这就行。没事没事哈。那我，好吃吗？喜欢。你帮我约一下谭月然，然后让前途去跟他沟通一下线索。前途是谁啊？前途就是前程的哥哥，那天踢门的那个。哦，我还以为他是司机呢。不是不是。那我帮你约好谭月然再告诉你。反正你就乖乖把谭月然约出来，等我们抓到那伙人之后，说不定就能治好你的病了。那要是抓不到呢？没抓到的话，你师父的下半辈子我包了。谢谢你帮我师父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口味换得挺突然啊。